他有告诉你什么原因吗？他们在徐家过得不好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把小孩一定要送到国外去呢？诚实说了，让你说。哎，这对不起，因为生母这样的一个表达，当然有他背后的思考虑。好，那这我刚才已经讲过，这个牵涉到要收养的人的想法跟他的期待，跟父母收养的被要那个生母的期待，这个中间有落差。我看这是我只能这样子讲，自言。好，我只能这样子讲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生母对于小孩让徐家收养，他有疑虑，是这样子吗？哎。不是这样，不是像你所说的这样子。我只能讲说他们的生母的期待跟徐家的期待之间是有落差的。好，这个是第一点。好，那生母也没有监护权了啊。监护权不是是没对啊，现在监护权啊你。但是呢，终究就是上面写的天伦。上面写的是能写无情，能写无情啊，不能没有你在。你搞清楚这个部分呢。你是毁天伦了，不是天伦。所以这个议题呢，大概这个议题大概我只能这样子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回答这个部分。没有，因为徐爸爸在这边也受不了了。那个我们就是刚那个徐爸爸，如果今天您特别这个在我们媒体的这个面前啊，想呼吁一下，就是呼吁一下，拜托一下郝龙斌了，拜托一下老师。对，如果说脱去了，你不要把他送到美国了，如果要把他变成是这个。你愿不愿意做收养这个家庭？那这两个姊妹的话，他们最让你动心，你要收养他们是什么？因为两位姐妹的话，姐姐来了5年半，妹妹来了2年，她把我们当成自己的父母亲了。那因为妹妹她的个案是先前有已经被带离过一个家庭了，我们是第二个家庭。那在我们这个家庭，她已经。来到我们这家已经哭了一年，哭了一年以后，才把我们当成是他自己的。他还是讲爸比妈咪，可是潜意识里面，他的父母亲还是在那位的寄养家庭里面。那同理心也是说，小孩子他潜意识里面5岁6岁都已经有在模糊的记忆阶段了。那当他到国外去之后。我们也曾经问过，说到国外去之后，我们能祝福什么？社会局给我们的答复是，不用我们操心了、你不用管社会局，就是说你跟你太太是不是愿意收养？愿意。不管这个是不是被罚了、被关了，都愿意。是愿意。可是徐爸爸。如果没有你的孩子的话，你们会心情会怎么样？没有这两个小孩，就真的崩溃了。昨天跟我太太两个，一个晚上没有睡觉，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他眼睛哭肿了。因为我还要上班，所以我到公司去之后，但眼泪是偷偷的擦，但是。就是当我接到说要下午这边还要面对媒体的时候，当然是有压力的，这叫我把事情不要继续讲下去，能够平复这个事情。但是因为今天这导火线是一个科长跟秘书，那讲话呢真的是太可恶了。如果当初我们提出陈请的时候，他们站在同理心，站在我们的立场，在讲这两位小朋友能为这两个小朋友能帮助的时候，我们让他带到国外去，我们也会祝福他。可是今天完全没有，很粗暴的方式对待这两个小孩子。昨天3点，两个姐妹还在庄瑞雄议员这边的沙发上还在玩，过了晚餐就被带走，连跟小朋友做心理建设都没有。徐爸爸，你刚刚说的那个科长跟议员，今天有在现场吗？一位科长，一位在现场。有在现场吗？是哪两位？何少科科长，就我们陈科长了。那就他讲的六法，拿着什么海牙公约，跟我们讲。那个说明一下，那个海牙秘书不在，是吗？海牙公约其实是就孩子要尽可能在原来自己的家那个国家
啊，被收养是这样子的一个。对不起，副局长，他当初打协调会的时候跟我们讲的不是你所讲的、哦、他拿出海牙公约说我们有权利把小孩送到各个国家去，他是想跟我们讲、这个、我们曾经我们刚好违反海牙公约的规定，因为我们知道海牙公约是希望说所有的孩子都能尽量留在母国，那我们才会社会局的出养政策一向都是以国内媒合收养为优先，那我们在收出养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寄养家庭因为应该都知道这样子的。对不起，科长，你说谎。当初协调会的时候，你请家长，你请，因为协调会也是一个公开的。的一个会议程序，我们绝对不会。全部把它讲出来，讲出来，惊啥嘞？这摆囡仔我不要你吵啊！你都讲出来。那协调会有记录，现场助理人员都在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更不可能说谎啊！而且我们也明知道说，海牙国际海牙公约还有儿少最佳利益的。我们只是问说，为什么小孩一定要送到国外去？你们居然拿出海牙公约来跟我们讲，所以我们有权利送把小孩送到各个国家去。我们没有权利。这个可能是徐先生的解读的认知是错的，因为就我所认知的国际海牙公约，我的精神是绝对认为是海牙公约一再宣示，所有收各国要做收出养的话，一定要以优先留在母国为原则。这个也是我们一直社会局以来秉持的这样子的原则。他不是庄瑞雄，他不是念法律的，他都能够这样讲。他怎么可能会去捏造？对，所以我不可能去捏造。你讲，你讲，海牙公约，好，秘书长拜托这个在他在网站。好了，点点啦，我听你讲啊啦。跟市长拜托一下。之后拜托市长，如果真的听到我们诉求的话，能够让这两位小朋友留在台湾，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在关切这件事情。所以拜托市长，如果有听到我们的恳求的话，请你出面能够解决这件事情，不要送去美国，千万不要送去美国。好了，开始了。市长，你还是有跟我们讲为什么徐爸爸他们不能收养啊？为什么不能？联合国都进不了的海牙公约，太晚法院判了啦。一直强调海牙公约，因为是希望留在国内呀、啊。那你们应该是他有收养意愿，为什么不去问他？而且直接到国外找媒合家庭，找到再跟他讲说，我们要送到国外去了，所以你们打定主意要把小孩送到国外去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申请的。好，来，记者会，记者会换你们来，换你们，来，不要我们讲，换你们开记者会，来，坐，哎，喜欢讲就坐下来讲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确实只是因为单纯他没有去做一个登记的动作，所以他们两个。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因为很多人他会犹豫，他想很多，所以我们会协助。那既然你说要把小孩留在国内为前提为优先，为什么你不去提醒一下？你就直接到国外去找？有，我提醒他，其实都知道，因为孩子都说一套做一套，来讲什么讲？